中共四号到七号在台湾周边将进行时代军演，但许多中国网友对此不认同，认为中共这次丢大了脸，还是省点力气。还有人说忙也是瞎忙，没有出击的勇气，海里的鱼是无辜的。另外，央视主播孙雨桐在微博上传一段新闻报道短片，影片先是播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裴洛西访台一事发表声明，随后孙雨桐接续他的声明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绝不为任何台独势力留下空间，但却引发众多中国网友不满，纷纷在底下留言出征，没办法，只能用嘴打仗。还有人说，除了强烈谴责还能怎么样吗？主播微博惨遭洗版，许多中国网友对这次中国宣布军演的消息都不买单。东森新闻台北报道。